你什么人？ 他在何处？ 穿过这片梨花林，就是天字老所在。相思梨花阵，有所耳闻，解法。这相思梨花阵呢，借后天八卦起，阴阳颠倒而设，死门在天前，身门在地坤，开门在山艮。 此阵迂回，大家当心。倒是些老面孔啊，可惜都是手下败将。十年未见，狄盟主今日前来所为何事？十年不见，你的武功还是一样差，没资格问我。萧某虽非武林第一高手，但若狄盟主想仰仗武力饶我婚宴，休怪萧某不客气。
外面，他的是好病。冰中蝉，雪霜寒，解其毒，扬州鳗。是小丽乔，她给乔姐姐下了毒。 关先生，你善用金针解毒，这毒你肯定能解，你救救外面。我刚刚已经问诊过乔姑娘了，这冰中蝉雪霜寒是两种剧毒叠加，毒入口只入肺腑，半个时辰就能让内腑结成冰，此毒无解，只能用至阳至纯的内力护住内腑，借之与剧毒相抗，待冰中蝉药发之后，病人方可平安无事。至阳至纯的内力，抗寒的内力若是有丝毫霸气，便会伤及。 受冻伤而极度脆弱的腑脏，让病人更快死亡。这天下至纯内力能做到此般，唯有扬州鳗。所以才说，解其毒扬州鳗。否则三个时辰之后，冰中蝉发作之势难挡，乔姑娘将全身结冰而亡。扬州鳗，那是李相爷的独门内功。若是真能救完年，叫我跪下求他也罢。可李相爷早就已经死了。 小李、小丁妖女，究竟想如何？也不必非得用内力救治。可否让我看看乔姑娘？这没你的事，别动外面。你有别的办法救她？急诊我之前跟关先生已经探访过以毒攻毒的方法。 只见普渡寺五两方丈，用过此方法解过毒。五两方丈，它验证过此法，过程自然是不简单，需得毒性相克。冰中蝉的寒毒正可用鹤顶红相抵，用特制的药汤封住鹤顶红的毒性，再用针灸之法，直接导入肺腑，可有奇效。可是，请五两方丈过来，来往得需要三个时辰。 根本来不及呀！方丈在解毒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在旁边熟知一耳。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可否让我给乔姑娘试一试？当真能解？你若信口开河，可是后果。人命关天，我岂敢儿戏？但需寒冬梅、新春饼、夏末和早秋菊各60朵，用大火熬制成鹤顶红的药汤，才可助我解毒。 你说的这些东西，一时哪能寻起？你别是故意糊弄我。
身上各处，药铺子、果铺子、茶铺子都能集齐，我们一起去寻定能集齐。我相信李大哥。用不着你，有我们呢。我去找。